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里呢，啊，就两瓶这个空的瓶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像空的瓶子呢，啊，平常呢，喝完的瓶子要怎么样可以讨你的滋味？这个瓶盖怎么样把它？ 放进去的，这个我们常常看到，试一下，可能吧？这个我们常常看到，可是却不知道是怎么变的。现在要教教更恐怖的 magic 瓶盖入瓶，观众们赶快拿起笔记本抄重点。把盖子放进去，对，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特异功能。小甜甜试一下，不太可能吧？啊！哎呦！ 秀气一点好不好？用屁股坐都进不去了。对对对对，快点告诉夏言，不是每个台湾女孩子都是这样的。没关系，等我来试一下啊。瓶盖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瓶，手没有什么。